收钱，大家已经说了。碳水化合物。盖子在哪里？地上，他要脚旁边。你先去吃吧，我帮你。你这是你自己做的吗啡？没有，没有，买的，买了。你要不要试一块？试一块。我不吃。你要不要试一点？不知道。哎呀，好贵。啊，贾森，你要不要试一点？哎呀，买一块。不是，哎，我告诉你，你一定会喜欢的，大一块。哦，再来一块。再往地就讲。你会喜欢的。迎接蛋糕。这是现在 Boston 最网红的店。你的网红店吗？那他是谁？新开的，在从纽约刚开的，在 Newburgh 这边。哦，我先把你们。还跑的，你不喜欢？那是什么？尴尬，尴尬。哎，哦，有 Wonders。啊啊！那你别吃了。哈哈哈哈哈。Sorry， 哦，他对那个 Alex， 那就给弟弟吃吧。他对 Nuts 过敏的还挺厉害， Wonders 挺过敏的。那花生呢？没事，他一点没关系。不咽下去有关系吗？一点点就有关系。不咽下去没关系。一点点没关系。一点点就有关系。他已经走了。得看，有的他特别过敏，有的他不太。我是知道这个里面一般有鸡蛋，他对鸡蛋有过敏，但是他对鸡蛋过敏。但是鸡蛋他有的人真的对鸡蛋过敏，就是一点点过敏，但是对 Wonders。我以为他们喜欢，那你是？在贵的部位。对，这什么店叫什么名字？嗯，好吃哦。好多人排到那天最火的一个。你还跑到那儿去？哦，为了吃。
你为了吃跑到那边，你吃下去了吗？那是的。哦 ，OK， 那没吃下去，没吃。是的，哦，小心啊。嗯。是我不好。不不不，他是那个哦，他过敏的太多了，就是他有一次喝了别人的一个 drink， Loving Bakery， 喝了一个别人的 drink， L E V A I N， 法国的，就这个。这个，再给。我给你。那应该看上去好像挺明白，所有人都在。一听这名字就知道是高档。那没有没有贝林员工。法国店。没有贝林员工。你好。有班子去了，前几天被零元冲进去。不不不，那是 Chanel 被零元过了。Chanel 被班子。对，其实他们很傻。打招呼很傻。笨蛋。你说他抢的那个，哎，没有用的。他抢的这个东西，除了送给他老婆和送给他妈，往上卖根本卖不掉，因为他每个都有那个号码，有那个号码，一旦被抢过，你这号码只要在网上一卖，人家就知道你是谁了，根本不可能卖出去。然后自己用吧。一般来说，为了图便宜的中国人，后面有脏货，你买了脏货以后都没办法出手，你也没办法维修，什么都没有。维修查到哪里，任何一个地方一查 ，scan 一 scan， 你就是个抢来的，没有理由，有理说不清。所以你只能在你的小人小圈子里卖，半路能卖出多少钱呢？你五千包能卖出一百多多的。不，没用。要让那个包就有个号码，卖给谁是我买的，是我的，我用我的信用卡买的，是我的名字，都是两个都有相关的。卖给谁？来吧，各位，这没问题。打，都是够了吗？对，他每其实他都是够，所以他每个号码都是有个，他才能辨别你的真伪。那家里有几个？都没用的，这种东西放在家里偷走了。偷走不值钱，偷走不值钱，那给我几个吧，丁丁也要一个。没关系，吃一点。还好吧，吃一点没关系。So far, it's the mouth and the tongue region. 啊 ？So I don't know how much I swallowed, but it was sitting on my mouth and tongue for a while. 哦，那你现在有什么感觉？没有啊。If it turns into nausea, then it's annoying. But mouth and tongue, I can like.那你现在有感觉了吗？你现在有感觉？喝点冰水。My like mouth and tongue area is irritated. But drugs fine so far. 那你身上有药吗？吃海鲜有吗？书包里有药，我这个包里没有，下回我这包里。但是如果假如说你咽下去会有什么感觉？会有哮喘吗？不会吧。他是痒吗？最多就痒。他上次不是就觉得恶心吗？哦。就是那个垃圾。啊，就是你没有，你没有 airway 的问题。哦，当然。What？ 你有 airway 的问题吗 ？No, I never like had like trouble breathing. I'm sorry. It's always, it's usually just like nausea. Okay. Sometimes it's just like I'm just like on the bathroom floor. I've never like thrown up.有什么？艾伦，里面有人吗？有感觉，有一只狗。肯定有，肯定有。我哪在？这个是肯定。我有一个小狗，因为我不知道。晚上有小孩在里面。那个是 Rinse 你的帽子呢 ？Rinse 一下。Rinse。还好，发现的早。他还不是那种就是特别严，还是有点严，但是没有说一下子就。一般我就给他吃点麦片。我在他书包里放了一些，在这儿没想到，没想到他竟然不能在那里吃东西，他只能吃那些没吃过的东西，你不知道。打他，好打。我以为外国的这个小孩子喜欢吃外国那些什么 cookie。对，他就从小不吃 cookie， 不能吃。从小不吃。可以吃大的油条啊！你是化学的，我是化学的，真的？对啊。哦，
我也是，所以你是在这里当 postdoc，OK。哦，你们哪里选的？来这里的吗？啊，现在的 middle， 那你选做 C， 没在 outside 后面的，对吧？就 outside， 最快了，好。是 formal relay 的吗？ formal relay， 你们先打呀，你们不打我看看他怎么样。Just do it， 没问题吧？他没事，他可能不这么说，不知道他要有事我就带他回家算了。你们先不打我吧。怎么了？有点过敏，他刚。对啊，我来一点点就会有了。对对对。真的。